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杜哥去旅行，我现在江苏淮安，这里是淮安市烈士陵园，今天带大家逛一下淮安市烈士陵园。前面这块石碑就是英雄纪念碑，我带大家过去参观一下。这座烈士陵园是1960年6月1日开始建设的，1960年9月30日建设完成。看一看，这就是人民英雄纪念碑。纪念碑的正面是毛泽东手写的“革命烈士永垂不朽”。看一看，我现在走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后面来了，带大家看一看。这就是淮安市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后面，上面写着在人民解放战士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，周恩来。能不能看到周恩来的签名？这是纪念碑的后边，我再给大家转一下。这上面写的都是些牺牲的战士们的名字，这全都是当时牺牲的战士们的名字，看一看，都是英雄。牺牲的战士们都安葬在这里了，带大家看一看，这全都是牺牲的淮安市的战士们。因为牺牲的战士们太多了，我不能一个一个的拍了，先给大家拍几个看一看。我在淮安市烈士纪念碑下边再给大家转一下，看看这周围的环境。这前面就是出口了，这路两边都是烈士纪念碑。这里是刘老庄战士简介，看一看，这都是当时牺牲的战士们。这里是高阳战士纪念碑，看一看。这里是黄花塘镇抗日战士们，看一看，这都是牺牲的战士们。这前面就是淮安烈士陵园出口了。淮安烈士陵园我带大家也逛完了，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吧，结束了，拜拜。